嫂子，我跟你说了，今晚我想吃红烧肉，你怎么？你干嘛呢？哦，我忘记和你说了，我朋友在三亚结婚，我要去玩两天，晚饭你们自己解决吧。什么？这么大事情，你现在才跟我们说？哥，哥。怎么了？你快看呀，嫂子要抛下我们去外面浪。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朋友三亚结婚，我去玩两天。不准去！你凭什么不准我去？你去了家里怎么办？还有这几天下雨，不知道什么味儿，家里臭死了。你赶紧想办法去去味儿。就是，你可是我们家花10万块钱彩礼娶回来的媳妇儿，既然是媳妇儿，你就该做好媳妇儿该做的事儿。什么是身为媳妇儿应该做的事儿？该做的事儿就是一起赚钱，一起养育孩子，一起经营家庭，这么简单还要我教？我上班算不算赚钱？我生小宝算不算抚养孩子？那经营家庭呢？什么是经营家庭？家，这还不简单，就是大家都好呗。家庭和睦兴旺就是经营家庭。对，想要家庭和睦兴旺，你得做好三件事。第一，就是营造好家里的卫生环境；第二个，就是经营好子女的教育；第三，就是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幸福。妈，您说的这三件事情，第一件，家庭卫生一直都是我在负责；第二件，孩子还小，不需要启蒙。但是一直都是我在抚养照顾，连儿子连奶粉怎么冲都不知道。第三件，我现在就是在经营自己的婚姻，因为我不想让男人得寸进尺。小芳，那你还不行，你要么别去，要么把家里的臭味跟我搞没了，或者把我带去才行。你把那个快递盒打开，把你们的小香墩拿出来。什么小香墩呢？就是这个胖胖的精卫清新香氛，它呀不是简单的乙香盖臭，而是吸附和分解异味。它采用的是天然植物散发清香，从而促进清新空气的循环。植物抗菌配方，像南方梅雨季节带来了梅湿潮味，家里养宠物的、卫生间反味的、车里有异味的，都可以各放一罐。真的，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，而且香味很高级，很贵吧？不贵，这个呀可是五星级酒店都在用的植萃香薰，小众且高级，比香水可便宜多了。他们家小香墩呢有3种味道，每一个味道都很好闻，一罐有350毫升，放在那里可以香好几个月呢。现在商家做活动，2罐才39.9元，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直接购买了。这么好啊，那我去摆着，你等我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嗨，儿子，有你这样求人的。妈，哥都这么说了，是嫂子不给台阶。夫妻间的台阶不是谁给谁的，是一起搀扶着走过的。结婚是一份情，更是一份缘。为妻情也有限，缘也有终，所以要格外珍惜，牢牢守护。老婆，之前是我错了，你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嘛。我跟你提行李，去了之后我给你当苦力。